三、四、五，没事儿。恒大，您等稍等。本场首发，我估计念的你们都不认识。53号叶国琛，59号费拉提。请我们各位领导一会儿吧，抓紧时间。比赛推迟半小时，我们的活动马上开始，请各位领导抓紧时间到主席台就坐，我们的活动马上开始。比赛推迟半小时。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元旦假期来到杨东大平新体育场来参加我们2017水岸公馆携展跨年杯中超俱乐部邀请赛的现场，朋友们，让我们将掌声送给我们自己，好吗？掌声送给自己。那么今天在我们比赛的现场呢，是来了4支中超球队。那么希望在一会儿比赛的进行的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将我们前南人民的热情送给我们4支参赛球队，好吗？我们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呢，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个新的项目。我们都知道，这花式足球是一个代表之一，它呢有自己的这个舞台，也有着自己的比赛和自己的文化。跟11人制的足球呢有着不同的背景，它靠着自己的模式运行展现培养的过程，是立意向脚上的技术。下面让比赛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烈的激情来有请花式足球表演，掌声有请。第一个开幕式的节目是花式足球，
就是梅西、C 罗在那儿啵啵啵啵，就那种各种比较厉害的动作那种。相机有点调不太好，哎呀哎呀哎呀，啊！
好的，非常感谢乐回体育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花式足球与街舞不同的表演。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来到都匀国际足球小镇2017水岸公馆前程跨年杯中超俱乐部邀请赛比赛现场。我是前程电视台主持人吴涛。那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担任我们本次跨年杯的现场的这个主持。近些年啊，随着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颁布，中国足球环境不断改善，足球市场不断繁荣，都匀作为贵州高原足球城，如今正大力发展足球文化，并且在发展体育基础设施，加强体育建设。都匀经济开发区还与南澳集团合作开发集世界足球文化城市、国际性赛事主办地、体育孵化基地等功能于一体的都匀国际足球城。下面是赵俊哲，就这个中间图形最帅的这个，在玩手机的这个是赵俊哲。然后一会儿恒丰的主帅李冰洋。而本次南澳集团以专业整合营销能力及充分的，今天观众其实啊也不少，大部分人都在外面。共同主办的邀请赛，正是我们本次足球发展战略的第一步。都在往里进。首先，而且今天是工作日啊，没有那么多人，很正常。然后明天人就多了啊，后天。国家发改委高级组织员副组长施孟凯先生，一共邀请了四个队，辽足申花。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杜军立先生，啊，你们先听他说说吧。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施林先生。中国药物滥用预防协会副秘书长陈良先生。国家安全信息中心总监周晓辉先生。前南政委书记龙长川先生。前南政委副书记代州长吴向华先生。前南州州委常委、州政协副主席、州委秘书长马彪龙先生。前南州副州长吴俊先生。北京朝阳区政府办公室主任王增奇先生。贵州省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立先生。贵州省布衣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白明正先生。贵州省布衣协会常务副会长、副秘书长武廷富先生。今天放假吗？中国水利专家、渤海大学教授王淑萍女士。都匀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宽先生。前南州体育局局长刘远卓女士，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黄燕先生，吉林延边路德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助理张国哲先生，上海绿地申花俱乐部副总经理徐维先生，广东南澳环球集团副总裁王远军先生。马赛资本创始人、新加坡电影学院主席陈伟林先生，金色阳光董事长陈林先生，富德基金董事长施志坚先生，上海宝瑞集团董事长吴伟良先生，成都绿鹰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岳强先生，
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驻华首席代表周胜先生，中国北大荒副总裁黄武林先生，北京北大荒湖南分公司总经理谢震先生，上海老凤俱乐部总经理刘洪宝先生，华兴证券债务部总经理陈伟先生，嘉禾财富基金董事袁立达先生，碧波古镇副经理方林峰先生，贵阳能源集团总经理武建石先生，贵州鹏峰智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黎斌先生，贵州省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场地科科长韩晓聪先生，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东先生。出席今天开幕式的还有前南州州直部门负责人和各县市领导，广东体育、网易、爱奇艺、贵州日报、贵州都市报等三十余家新闻媒体，以及广大球迷朋友，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这个不是闹着玩儿啊！下面有请都匀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东先生致欢迎词，掌声有请。尊敬的，过百年的。各位来宾，各位球迷，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天地又一村，正在成就一定的美好实现。我们相约都匀经济开发区迎来了盛大的都匀国际足球首站，跨年杯中超俱乐部足球邀请赛，在这里，我仅代表都匀经济开发区。党工委、都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上海，我也挺好奇，就是恒大这个星星为什么不能变成月亮？这个比赛主要是邀请赛，让这些梯队的小孩也能踢上比赛。其实这比赛意义还是蛮大的。再说你不能总看让主力去踢比赛，主力下马枪了。Thank you.
我们整个的防止病人性的欢迎各位来宾到台湾来观光旅游休息度假，足球运动以自体验成功系列，最后祝福多云国际足球协会的2017跨年台湾中超俱乐部足球恭喜算台湾之光，希望来宾度过一个极其愉快的元旦佳节。好，感谢杨东主任。相信在我们前江南澳足球俱乐部以及我们都云竞技开发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未来国际足球小镇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贵州省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立先生致辞，掌声有请。这些缤纷的气球放飞在都云这座最宜居城镇的上空，代表着我们黔南镇政府会带领广大黔南镇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哎呀妈呀，这么多气球飞了，就像我们广大人民对中国足球的爱护与支持一样，带着我们的中国梦、足球梦越飞越高。同时我们也相信远道而来的中超球员们一定会在都云这座高原足球城的任意场上呈现出最精彩的比赛，让大家在冬日的寒冷中感受到最火热的足球魅力。最后，
让我们记住这些代表着希望与未来的进球，预祝都匀国际足球小镇2017水岸风光捷南跨境杯中超俱乐部邀请赛圆满成功。哇，跑得好快呀、啊！哇，好快呀、啊，好快、啊，好快、啊！就今天的两场比赛是拿手机给你们看，因为设备还没过来，因为这块比较偏。然后决赛的两场比赛都会拿就是高清的摄像机去给大家拍，就是跟正常看比赛是一样的。今天没安排那个，没有安排电视台直播，下一场开始就会有电视台直播了，然后就会超清超清。请全体起立。Thank you.
请坐下。广州东亚唐岛足球联边不得足球俱乐部，联边不得足球俱乐部。那我们的左手边位是广州皇家淘宝足球俱乐部，那我们的右手没办法呀，因为这块4G 包来都不行，这边确实是网络太差了。对，是拿手机，因为这块设备没到。下一场开始就是那什么，就是正常的那种那电视直播了，因为这一场他们的信号车什么的都没开过来。信号车没开过来，这个信号没法上星，没开过来，这个信号没法上星，没法跟你们播呀，对吧？
送回来，然后你们到时候看重播也行。我这就我自己拿另一个手机看也确实挺卡的，确实是没办法，这边网络真的太差了，我发一张图片都要发很久。恒大前场断球，重新组织进攻。就等我换成这样，你看行吗？大家手怎么样？我去，这么看太不清楚了。
犯规，刚才那球绝对是犯规。确实犯规，确实犯规。那恒大打反击，然后后场逼抢，后场完成抢劫，然后看看边路，也打边路啊，越位。哎，是确实挺卡的，那怎么办呢？中场休息的时候，我给你调一下，行吗？大家别着急。哎呀，痛了！边的球，恒大中场失误。犯规，然后裁判没吹，然后结果球给断了。其实该球还不是吹的，越位嘛，不越位，好。后面墙，好的。一下一脚打反击，结果被断了。哟，信号突然好了。
出了。等会儿我给你们调一下，0比0，0比0。我给你们调一下，稍等。尽量给你们调好。左位，你稍等一下。继续。一脚之赛。都看不了吗？要看不了，我现在开个9G。我接个球。申花吗？啊，这还来很多申花球呢。犯规，这趴俩。过两分钟我切出去一下，给你们调一下信号。这来了很多申花球迷。刚看见画面，红色是恒大，白色是延边。社队帮我连一下。有加时，有加有加时，加时之后那个打点球。
界外球。中场休息的两个，哇，这片超级漂亮，越位，哎呦，越位。密码好记吗？不好记。哎呀，没杀进去！哦，这边后卫干得好。看比赛，问问直播员吧。嚯，厉害！Double Q 双杀，两个广告牌。这传球漂亮。还是卡。我啥啤酒？你这又来了，三个场面。还行，
0-0。恒大又打到边路，哎，只能一直向后，这逼得太紧了。回到中场，中场回敲，做了一个二过一，直接打上前，结果右边前卫跟中场没配合好，把球丢了，传球失误。哎，今天是拿普通设备录。首方犯规，任意球。哎呦，哎，漂亮漂亮，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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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大进球，恒大进球。啊，这个，啊，你大，这球漂亮。好，我先给大家。连一下四十几，请连了8G，收了收了，我没法回放 ，sorry，very sorry。现在会比刚才好很多了。现在信号会好了吧？我连了一个9G。广东体育没来的，信号转播车什么都没来呢，人家直接播决赛。我们也是啊，你转播车没来，你没法播呀。就算我们拿设备也没法播，只能自己建流然后播，播不开。现场的球迷朋友，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好吗？我喊延边国或者广州恒大，大家一起喊加油好吗？速腾。非常感谢大家的
休息的时候，我们将会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抽奖。那么大家呢，现在可以拿出自己的票，每一张票当中呢都会有一个编号。那么稍后呢，我们就以这个编号为准。没有啊，谁说恒大都会直播？这是今天有比赛才播啊。而且今天只有我们这有直播呀，只有我来了。然后后哎，明天本就是广东体育就过来了，然后那个还有那个什么信号车什么的全都过来了，决赛时候就能直播了。又来了，中路包抄，哎呀，这个中路要包抄到位，直接传中就行了，横敲给中路一推就进了。我也是预备队粉丝，我不爱看一队踢球。其实我更喜欢看青年队踢球，青年队更有意思。高成林没首发，估计决赛上不上。哦，张成林应该上不了，受伤了，也可能心情不太好。张成林不上了。啊，他只不过进替补，应该不上。就是也许今天天气不太好。网易也养猪，网易那猪都挺便宜的吧，1000块钱一斤。老总嘛，老总养的，在杭州那边有开那个猪场，确实是真的，不是开玩笑。我搬个椅子，站了半天，我看不见。哎，你这说话说的有道理，我觉得可能也是。主要这块好像没有机场。哦，看错了，他说的国足哎，我以为他说我们那养猪场呢。张浩凯太年轻了。说实话，我觉得上次恒大上那张浩凯，就是最后一场打一广告。其实身体素质什么我看过，就是纯小孩，还不行。这比赛踢不了。白色是延边，红色是恒大。是预备队，是预备队。对，上次就给他玩玩，要不然，啊，我觉得就是广告，要不然政治不会把那个队长的袖标画他那儿，画面质量确实不高，没办法，这边信号不太好。行，现在会比刚才好很多了。
现在信号会好了吧？我连了一个九 G。啊，广东体育没来的，信号转播车什么都没来呢，人家直接播决赛。我们也是啊，你转播车没来，你没法播呀。就算我们拿设备也没法播，只能自己建流然后播，播不了。现场的球迷朋友，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好吗？我把延边和或者广州宏大，大家一起喊加油，好吗？速腾，速腾，恒大，恒大。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那么在稍后第一场比赛争抢休息的时候，我们将会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抽奖。那么大家呢，现在可以拿出自己的票，每一张票当中呢都会有一个编号。那么稍后呢，我们就以这个编号为准。没有啊，谁说恒大都会直播？这是今天有比赛才播啊，而且今天只有我们这有直播呀、啊，因为只有我来了。然后后哎，明天本就是广东体育就过来了，然后那个还有那个什么信号车什么的全都过来了，决赛时候就能直播了。又来了，中路包抄，哎呀，这个中路要包抄到位了，直接传中就行了，横敲给中路一推就进了。我也是预备队粉丝，我不爱看一队踢球。其实我更喜欢看青年队踢球，青年队更有意思。高成林没首发，估计决赛上不上。哦，张成林应该上不了，受伤了，也可能心情不太好。张成林不上了。啊，他只不过进替补，应该不上。就是也许今天天气不太好。网易也养猪，网易那猪都挺便宜的吧，1000块钱一斤。老总嘛，老总养的，在杭州那边有开那个猪场，确实是真的，不是开玩笑。我搬个椅子，整了半天我看累了。哎，你这说话说的有道理，我觉得可能也是。主要这块好像没有机场。哦，看错了，他说的国足哎，我以为他说我们那养猪场。张浩凯太年轻了。说实话，我觉得上次恒大上那张浩凯就是最后一场打一广告。其实身体素质什么我看过，就是纯小孩还不行，这比赛踢不了。白色是延边，红色是恒大。
这是预备队啊，是预备队。对，上次就给他玩玩，要不然，啊，我觉得就是广告，要不然政治不会把那个队长的袖标放他那儿，画面质量确实不高，没办法，这边信号不太好。